我们现在要去耕地。我们刚刚到这个 homestay， 说到是一个 condominium 对吗？对，其实都蛮大的，还有三间房，不便宜哦。因为我 online 看到他们其实租得蛮便宜，可是我们这里应该一晚，我们租四晚大概要掏2000马币，所以一晚大概400到500块，真的很便宜。几个人玩？剪刀石头布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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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人是什么？男人，男人，男人，剪刀，剪刀布，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啊 ！Yes， yes， you got it。这个一人房的房间到底有多大？它就是这么大，所以妹妹会住。一个双人房，就是这样，它只是没有厕所。对，哦。主人房就是我赢回来的，所以呢，它有一个厕所。其实真的是真的个厕所吧，我看。整个浴缸。啊，对，应该就是为了这个浴缸，对。真的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玩这个。哦，好好好。新绝对战。啊。Our best to stop all season. We. 从远远看的时候，其实不害怕吧？但是坐在上面的话，哇，其实蛮高的，而且很快。而且它下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是这样下的哦。哎呦，有水！The best 特效，对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来这边一定要做这个啊。
Show me love. Show me love. Make it change. 两点开场，一定要过节。Show me lov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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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ke it change.You can never sleep in traffic. There's living steady panic. I'm looking such an asshole. Now I see through your head. 近距离看这个 rap 现在怎么样？很好，给挑战。我也放光拍 video， 我说有微信粉。距离上一次去云顶游玩应该也有15年啦。云顶的吃喝玩乐现在真的完善了很多， Indoor 以及 Outdoor 真的超级无敌棒。这趟旅程最特别的就是有表妹的加入陪伴，是我这么多次旅程中旅伴最主动最热络加入拍摄的一次。冷冷的天气，愉悦的心情，加上身边美好的家人，每一个画面都是愉悦。拜拜。